台湾歌仔戏是由闽南移民和台湾在地文化孕育而成的戏曲艺术，它一方面与宗教信仰密不可分，依附于庙会庆典，另一方面则是长明重要的休闲娱乐。都知道歌仔戏是台湾本土剧种的代表，那么也是这么多的地方剧种之中，那么唯一一个在台湾落地生根发展的，尤其在宜兰的这个地方呢，保留了歌仔戏比较原始的这样的一个演出的风貌，我们称它为本地歌仔。那么我们都知道说，歌仔戏当然国啊就是它的一个主体咯，所以那个早期的时候其实就是一群人，那么坐在大树底下，那么弹弹唱唱。明清时期，闽南移民渡海来台，也带来当地的歌谣和小戏。人们在农闲时拉琴、唱歌仔，自娱娱人。你会看到早期的这种两国啊，它其实基本上就是以吟歌唱念跟歌舞踏摇为主，因为它还没有变成一个很成熟的剧种啊，所以它没有很繁复的身段、程式等等之类的。可是这种就是一种所谓的庶民的娱乐。好，那所以他们也就是主要是拿了歌仔册里面的一些故事啦，作为他们演出的一个题材哦，所以我们常会看到什么三伯英台啊、吕蒙正啦、啊，哦，那么或者陈三五娘、石溪记等等，这个就成为我们歌仔戏的所谓的四大出。后来呢，就是也从这样的一个作唱开始参与一些庙会的一些游行活动，所以呢，就有所谓的这种排场啦，那或者是歌仔阵的这样的一个演出，乃至于说，哎，当这个地方如果刚好，哎，这个空地上面，哦，这个野台，然后他们登上野台去演出，然后逐渐形成这种老歌仔戏的这种表演形态。所以当然，本地歌仔这种就是所谓的我们说所谓的从落地少。偷卡手，然后到一个所谓的能够演歌仔戏的段子戏，然后到所谓的这种全本的老歌仔戏等等的，那么就让我们看到了歌仔戏在早期发展的一个演出的样貌。本地歌仔可以说是歌仔戏的前身，也是歌仔戏最原始的雏形。歌仔戏起源的考证虽然随着新文献史料而一直有不同论述，但源自于宜兰平原的本地歌仔到现在都还保留歌仔戏最原始演出形态。阿姐啊，安怎？我这一边去，我回来无回来是全然不知。袂像安尼嘿。不过阿姐啊，安怎？我一句话，唔知你有听过无？什么话？香丁城卖米粉呐、啊。香丁城卖米粉，我都唔捌听的，什么故事？煞唔知影。本地歌仔的许多唱念都与歌仔册有明显的接续痕迹，他以歌仔册里既有的故事角色为蓝本，将原本的艺人作念转换成有演员的具体演出。周末的宜兰中山公园大树下，壮三新娘乐团在滚歌仔。本地歌仔技艺从1937年在此扎根，已超过一甲子。本地歌仔在演出时，表演区采正方形，后场乐队在外伴奏，没有华丽服饰，只有简单唱念。滚歌啊，就是像就是以前的老人家嘛。啊，伫公园啊呢，啊，就是现在拿来，啊，下者下者，啊，会晓唱的来，吼、哦，啊，这叫做军歌啊，伊个顶头迄个啊，迄个花啊，那以前是用那个矮筋，你知哦，背小孩那种矮筋哦，以前的矮筋是很长很长的一条，然后就是有一些，老烈啦，真卡老烈嘛，啊，就请食饭，啊，啊啥，啊，无恁演一段好。啊，没有服装，没有什么啊，啊，就安尼共照啊，啊，无你眼镜照啊，啥啊啊，甲女生照一个衫裤安尼啊啊，迄拢用迄什么火炭的安啥安尼抹一下安尼尔，啊，就落去演啊。
啊，这就是正港的本地歌。在过去，妇女抛头露面会被视为败坏门风，所以本地歌仔的演员全由男性担纲。那你会看到本地歌子里面，他运用了好多的那种双关啊、谐趣啦、啊，尤其他的穿着打扮也都是比较所谓的长明化，可能是家里面有什么样的衣服，然后大家就把它拿过来做这样的运用。好，所以这个是歌仔戏，当然在一个开始发展的阶段的时候，它可能就是一个比较这种歌舞形式的，或者是一种小戏的形式的时候，它才慢慢发展壮大。歌仔戏登场角色可分为生、旦、丑三者，而在表演中最能感动人心的就是苦旦。早期台湾人因历经开垦生活的困厄，所以人生多是累积了沉甸甸的悲，也因此如泣如诉的哭调最能深入人心。苦旦指的是命运坎坷的女性角色，典型的扮相是绑大头，身穿乌苦衣，伴随连串哭调，触动观众的内在。国宝级歌仔戏苦旦廖琼芝，他独到的哭调唱腔如泣如诉，深深扣住观众的心弦。廖琼芝老师他很善用真假音，他的哭腔呢特别有一股典雅的风味，能够让唱腔修饰得更完美。尤其他在高音的运用，他有很好的嗓音条件，那他也运用得很好。因为命运的作弄，廖琼芝似乎是生下来受苦的，唱起苦旦戏无需培养情绪，鼻头一酸，过往坎坷的日子历历在目，泪水就秘密痛流。他母亲未婚生下廖琼芝，两岁半时母亲发生船难死亡，由外婆养育，十二岁加入子弟戏剧团，十三岁时外婆过世而成为孤女，因为贫穷，十四岁就开始进入剧团，开始一辈子的歌仔戏生涯。阿娘，你干嘛要你的出金家？
晚年他以歌仔戏的艺术成就得奖连连，包括国家文艺奖、总统府二等景星勋章等，被称作是台湾最会哭的女人。廖琼芝老师擅长哭调，有台湾第一虎旦及东方最美咏叹调的美誉。观众伊若有经过着遮尼悲惨，伊会甲咱吼，伊迄个情绪会甲咱共鸣。咱台顶哭，伊嘛会想到伊家己的情景，伊嘛会哭出来。就是甲我去学戏同款，哦，我学半年了后，我做囡仔，啊做囡仔啊，就是无妈妈，哦，啊防孤独。啊！我做一段戏，我就会想着讲，我会可怜。2010年，歌仔戏国宝廖琼芝在演完最后一场封箱大戏《桃砍贤母》之后，将心力放在教学上。你为家家，你们两个再蹲一点下去。哦，嗯。1999年，成立廖琼芝歌仔戏文教基金会，为保存、推广、培养并提升歌仔戏表演艺术而努力。由廖琼芝带领的新传歌仔戏剧团，以传统古路戏著称，处处都是看家好戏。江庭莹、张梦毅是新传歌仔戏剧团重点培植的小生小旦。而张梦毅的苦旦哭腔精髓，传承自廖琼芝无私的倾囊相授。Thank you.
看温哈，老师就会跟你讲说，你这句袂使穿开啊，你爱看落来，安尼这都开袂使登去，安尼唔才会水。老师安尼真困难嘞，真艰苦，还有讲，嘿，紧嘞，紧嘞，后摆就是你的呀。原本，比如说我们其实都没那么慢，譬如讲。十里三公，可能是大概是这种速度。可是老师的慢板七字里头，他就会有一些不一样的变化。比如说，他会希望不要换气的方式，比如说十里。他这里会让我们把气断掉，然后再起的时候就三公。这个部分就不能换气了。有一些时候在某种情境上是会让你会催泪。就是说，包含我们自己在唱，或者是，观众在听的时候，我觉得这是容易把观众的心引诱上来那个哭点。随着商业剧场的兴起，歌仔戏也迅速成为唱片与剧场的宠儿。为了强化自身的艺术条件，当时在台湾扮演的各种大戏，都成为歌仔戏汲取涵养的丰厚养分。那个时候他就吸收了比如说在台湾的本地流传的这些乱弹啦、南管啦，像大陆那时候也有很多的京班来到这边，所以像比如说上海的京班啦、福州班啦、潮剧等等，也都成为他的一个学习的对象。在内台戏最盛行时，有许多留台的京班演员进入歌仔戏班，除了演出，也训练剧团里的同龄演员将京剧的戏码、身段、动作等带入，完备了歌仔戏的表演程式。艺兴戏剧团老团长孙荣辉从5岁开始，一边学习京剧的身段武功，一边学习歌仔戏。他的父亲孙贵来自河北，原本是杂耍演员，来台后在歌仔戏班工作。孙荣辉有着一身好武功，年轻时远赴香港邵氏电影公司，跟随知名武术导演刘家良学习。回国后参与杨丽花电视歌仔戏节目制作，担任武术指导。1989年，在歌仔戏不再叱咤风云的年代，孙荣辉却带领家族成员成立艺兴戏剧团。年过70岁的孙荣辉在剧团里仍亲力亲为，态度严谨。他十分坚持在传统野台演出，强调台湾土生土长的艺术之美不能消逝。我自细我就是爱这文化，这个文化哦，会使讲，敢那参像出家人同款。咱做歌是忠孝节义，这就咧教训社会嘛。哎呀，你这少年家，安那岁月又差咯，安怎又差呢？你也袂晓看我头毛吹秀白，吼、哦，这两个水姑娘，啊、我哪会配起就好啊？啊，无这两个查某囡仔对着你上无边，不是你。庙口野台是许多演活戏高手能大展身手的地方。国宝级演员洪明雪是孙荣辉的干妈，80好几的她也是演活戏的高手，在舞台屹立不摇。是因为我爸爸吼少年的时阵呐，看这歌戏趣味爱怎出来，出来的时阵拄好功夫啊，功夫迄阵我拄好才11岁呢尔，11岁我跟我爸爸出来，本来啊是讲做歌戏吼。人讲无写戏啊，生囝去学戏，这是古早的话啦。迄个时阵功夫吼，物件少，人拢爱用配金的，所以迄个时阵，阮爸爸妈妈讲，若无做吼，惊吼，安尼无饭通食，才开始落学。
野台演出的特别之处在于它并无剧本。准备这了，文水公要上你后台，就是你看伊安怎，来伊甲你扫了看，文水公去走。单有说戏者的口述讲纲，分母做的是活戏，看的是演员扎实的腹内功。我迄阵无剧本啦，啊无剧本是安怎？若要唱啊，啊要安怎唱？唔是即阵讲有剧本啊，摕来看就唱啊。我迄阵拢无剧本。啊，唔，老前辈咧唱，啊，我就甲伊记起来，啊，记起来讲啊，这台老前辈较早就是安那唱，哦，啊，我就对安怎唱，啊，唱一个句啊，这个头脑搁那电脑咧就对啦，内面什么物件拢伫咧头壳内底，不管你做什么出，因为导演是甲你讲一个谱面啊，啊，你得爱家发挥啊。